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挑战者杯结束后 ，TTG 也开始了挂牌。之前一直都在传青青会挂牌转会，结果挂出来的却是射手千城和其他三名队员。青青反倒没有走，千城挂牌确实是没有想到的。千城算是 TTG 的老队员了，在队伍改名为 TTG 之前，他就已经在队伍了，跟九尾是一起加入的。一路走到现在，千城也很不容易，在年度盛典中还力压冠军射手一争，拿到了年度最佳射手。拿到这个荣誉也是实力的象征，还能提高自己的身价，这让千城在转会市场不会被冷落，价钱合理的话很容易被买走。一旦千城离队，那 TTG 就不太好办了，因为他们连替补射手都挂牌了，只能再从转会市场买入新的射手，到时候估计会买入新人。在千城挂牌之前， TTG 打野不然还发了条微博，小鸟总要学会飞翔，这里应该就是指的千城离队。其实 TTG 现在的状态处于瓶颈期，一直在亚军的位置挣扎，去年春季赛就打入决赛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夺冠，确实很可惜。可能千城对于冠军也是极度渴望，想要转会寻求新的机会吧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千城挂牌呢？